真的最热，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们去美国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，就第一个时差。我们在那边吃东西的时候，等于是在台湾吃宵夜，然后等于睡觉的时候你也睡不好，所以可能到了午餐的时候很容易暴饮暴食，因为你饿太久。像是我呢，午餐前我就会吃这个燃烧小蓝，它就像是你身体有个运动小帮手一样，让你在身体里面有做 TRX 的感觉，维持身体的一个动能，就可以很放心的吃东西。 然后晚餐呢，就会搭配这个燃烧小橘，它呢其实媲美 HIIT 这种高强度的间歇运动，所以吃起来呢可以让我整个身体会更没有负担。最重要的是，因为其实女生呢长期常常会这边会有一些囤积，像我这样吃下来了，过一段时间之后我都会变得非常的顺畅。它成分是不是很多都是植物？没错，它里面的成分也非常的天然，没有重金属，也没有药物成分，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身体 也不会有负担，是很安心的。对于就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辅助。但是如果像我一样本身就有运动习惯的话，加上它就会有更加加成的效果。放在包包里面随身携带就好了。我是在普通的一般药妆店 就可以买到它了，搭配它再搭配运动，我觉得会让整个身体的效能跟循环更加的好。